最后，我们来关注湾区2023年新年夜哪里比较热闹。每年的12月31日，湾区各地都会举办庆祝活动来迎接新年。以下是按地区列出的六个欢庆活动清单。南湾新年夜盛宴，12月31日晚上8点，在圣河西市中心万豪酒店将举办盛大的跨年夜派对。预订者可享受香槟、开胃小菜、派对小食等，与主持人和 DJ 一起在舞池共享流行音乐。新年夜晚会，12月31日晚上7点，在圣河西硅谷假日酒店，将有众多乐队登上舞台，为您现场演奏流行舞曲。准备好在夜晚跳舞吧！东湾大黄蜂号新年夜晚会，12月31日晚上7点半，在历史悠久的阿拉米达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庆祝新年，敲响新年的钟声。圣拉蒙2023年新年夜派对，12月31日晚上9点，高桥巴西牛排酒吧将通宵营业，午夜时分有气球派对活动，还有特别的拍照亭、红地毯、新年派对礼物等等。在北湾新年夜庆典，12月31日晚上9点，在纳帕 Martigues 度假村水疗中心的宴会厅享受自助晚餐和新年晚会。新年夜音乐会，12月31日晚上9点，众多知名乐队和享誉国际的歌手表演者将在瓦列霍的皇后剧院举行一场精彩的音乐会。上面详细的欢庆活动清单可以在留言区找到。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您喜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